就你只有你一个住湖南这一层楼。没有，两个，就两个。你也不太适合唱歌，谢谢。我没说我适合跳房，我也没说我，没说我适合唱歌啊，真的是。不太适合穿那个老头背心儿。你管我呢，烦人。你好像要小学生啊！笑死！一个窗，那肯定是因为他吹的是风扇，我吹的是空调。你是不是没有？我没有开客厅的空调，不想开。我感冒了，不能开，不能吹空调。客厅啊？你说理科是不是在看我们直播？你以为理科人家很闲吗？人家不睡觉来看你直播，人家上班的时候看到你已经够烦了，还要下班的时候来看你直播。你突然让我觉得我们家房子装修得好丑哦！我们家房子本来就装修得很丑，没办法，是我妈选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是我妈选的，我没有办法。算了，忍了。妈妈选的装饰还是要夸一夸的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后面的猫在干嘛。快点啊，你的门儿！他会抓他就要跑，然后我不抓他要来找我，这个就是跟我的性质一样，就是很舔狗。你笑啥子？